哦，那个善智护念啊，哦，那个护哦就很重要。哦，像我们呢，哦，万念放下，一念不生呐、啊，然后呈现呐、啊，哦，呈现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。我们已经哦能够哦了解了，知道了，然后我们就要护，那个就是护了、啊，要护保护，哦，保护。哎，然后呢，那个念哦。哎，有的哈、哦、会用那个词啊，受词的那个词，护词。哦，假如说呢，哦用词的话，就是把它拿出来用，把我们那个不生不灭啊拿出来用。那用念的话，护念、啊，哎，那个念就是正念，就是没有念头了。那没有念头哦，哎，我们就是呢要了解到哦，没有念头就是正念。哎，那我们要保护啊我们的正念。哦，使我们的正念啊，时时刻刻呢都在。在的话呢，就是佛知佛见，佛的知见。哎，那假如说我们有起心动念哦，就变成众生的知见。哎，那个都是不真假的。这样了解吗？